就刚才有人看到一个 slogan 有没有？嗯，男人掏钱的速度取决于他的帅度。在这个一排扭蛋机当中，看到了很可爱的柯基。这真是我看过最诡异的放扭蛋机的地方。可是柯基很可爱啊。就一颗哦。就扭一颗看看，我想看它长什么样子嘛。你看那个扭蛋门都不见了。就一颗哦。嗯，好。有吗？当然是有掉就好了。有掉就好了。只要你喜欢戳那个门的快感，是不是？啊！等下看一下是什么。是那个。啊！好可爱哦，好可爱，我喜欢。可以再扭吗？那你？情况不一样。嗯，好吧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被强迫来扭这个。有没有这么心不甘情不愿？你要这个对不对？对。我上次已经帮你扭两只柴犬加森林犬，现在可不可以要柯基加森林犬？各种甜甜圈。啊，你不觉得这个抱着红色小鸭子很不错吗？不要，麻烦你不要乱讲。啊，这个是酒。如果那扭到你就要还我钱，这样你都要在那边乱殴的。我们又回到同一个地方了。对，这个啊，我们回去发现它是新的。其实这里就有贴的，当初没看到。你是不相信好不好？你是不是看到也不相信？你们坏坏。嗯，因为它这个整个就是看起来比较旧。然后我们还差了这两个，所以就有人想要一直在那里念念念念念念念。因为我觉得它真的很可爱啊，那就是要看你的手气啊，看你会不会很快就用到啊。那刚才有人看到一个 slogan 有没有？嗯，男人掏钱的速度取决于他的帅度。那你，然后就马上打开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喂，你转太快了啦。那要去看是不是后面那一间哦？好，好，拜拜，等你回来。我们来算一步一百，看，马上就对啊。这个嘞是哪个？看到了。嗯。重复的什么？哎呀，还是可爱。其实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说是可爱的。没有快速的掏出钱，然后就算就一百。嗯，那你怎么这么可爱？来，我是真的蛮可爱啊。好，不要再擦了。嗯。很好，我记得这个颜色是没有。哎呦。哦，对了，是没有的。哎，我说比较可爱的，你喜欢的吗？它一边是扁的，那一个红色。哦，好吧，你是说这个比较可爱啊？对啊，因为它抱着那个睡觉不是吗？是我们一直都喂它，它不是每天都旁边乱进去的。我就觉得它应该是啊，不然它不可能就是突然间就在这里啊。再掏出点了，我们剩下这个，蓝色围巾，嗯，掏出，加油，帅哥，怎样？你觉得我最会帮你留什么？
就是你有甜甜圈，对不对？甜甜圈呢？又是甜甜圈，又是甜甜圈，耶！甜甜圈，可爱的甜甜圈。哇，你会不会刮错一块？哎，真的呢。以今天来讲，哎呀，你不要等下变臭两套。又套错。没有的吗？今天都没重复。阿水有中吗？是没有中。哇！哇！你快要错一套了。我是今天快要错一套。对啊。可之前留了三颗呢。那怎么办？有帅度慢慢降低。再去吧，再见 ，Sayonara， Sayonara， You again 呢？你还塞多这种字的？有吗？也不用看了。Oh no！ 好吧，惨了，哭哭。哎，我们到底要穿哪个颜色啊？像是粉红色是不是？因为没有粉，我们没有粉红色。哦，好像是。嗯。看能不能再用一次。嗯。我不想再叫他来地方用。知道就好。好。这个好像没中，我也要去换钱。嗯。Oh no！ 哎，这很夸张哎。也、欸、不知道是哪个人说喜欢那个什么柯基屁股，然后就一直都是柯基屁股。我们有四个柯基屁股。我不想要那么多屁股，怎么办？瞬间我们就花了一堆钱，还真的是帅度一百，偷钱超快。可是一直重复。What the fuck？ 我欺负你。对呀、啊。这是第四颗。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你这个臭手。撒野。所以你以后不可以再讲说你喜欢什么科技屁股。我不信。欢迎你。嗯。就给你吃。哦，好吧。一堆，哎，没有，我是蓝的。嗯，重复一个啦。没有啦，现在就是除了我们没有的，这四个都有重复了。傻眼。这一集就这样了，花了1000。好恐怖、哦。Eventually， 耶、yeah, ，你终于拿到了。反正什么事，你说的。就是。因为真的扭到太多颗一样的，结果有好心人士愿意让我们用两颗换这一颗，实在是太好了，终于！不然我真是扭到他快要吐血了，为了他。这个没帅度。不会啊，你还是高富帅，不过是负债的负。好啦，就这样吧。